这家俱乐部成立于1905年。咔咔，圆圆，哎呦，西红竞技，西红竞技，我们的豪门西。这马努加西亚好帅啊！OK 啊，我们在欧联杯小组赛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情况啊，我们欧联杯小组赛现场的直播出现了这个断播的情况啊，我们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对阵布加勒斯特星，没有想到被对手逼平啊，最后的阶段被对手逼平了，非常的可惜。但是呢啊，这就是足球，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赛季也是双线作战，所以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啊，慢慢来，这也是第一场比赛嘛，需要去一些磨合。来看二阵，我们这边正好可以调配一下啊，二阵来调配一下，对吧？乌姆蒂蒂还是中后卫，左边后卫没有选择的话，我们二八打两场比赛啊，二八打两场比赛，然后哈弗斯，我看一下啊，囧哥肯定是要上的，这是我们的二阵阵容啊。陈超也上，陈超和圆圆在首发位置，圆圆的体能94啊，打两场比赛没有任何问题，对吧？啊，右边后卫辽东翔就有点难了啊，辽东翔就有点难，马丁内兹得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马丁内兹上。啊，马丁内兹，我看看他是个前锋啊，照道理应该把陈超换下来啊，啊，这是一个没有后腰的阵容啊，二阵好像有点野蛮嘛，后防线就是没有替补，是这意思吧？行，后防线没有替补啊，没有替补，后防线没有替补，对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完全二阵踢三后卫啊，就头皮脚啊，就头铁啊，二阵就三后卫，辽东翔上去干嘛呢？吃饱了撑的嘛，这不是。对不对？辽东翔上去没有用啊！啊，二阵我们就踢一个就这种强势的锋线阵容，对吧？辽东翔你就给我下来。对，奥巴梅扬体能也不行啊，下面这三个体能都比较弱。李可体能84上。啊，上二八下来，对吧？乌姆蒂蒂中锋，卢西右边，阿达玛。圆圆、马丁内兹前腰啊，前锋囧哥，这都替补啊。哈弗斯打两场比赛，让他踢后腰。李可打两场比赛，哈弗斯的体能比较差，那让任芳打两场比赛啊。哎，这样子来，这样子来，合理合理啊，我觉得特别合理。这就是我们二阵的阵容啊，野不野蛮啊？哈哈，我怎么感觉二阵比一阵有点凶啊？二阵我们踢的是一个3-3-4-1-2的阵型啊，陈超打前腰。啊，任芳、李可两个后腰，左右两边囧哥、阿达玛，锋线上面马丁内兹、圆圆。哇塞，我觉得一阵也能这么踢了都，啊！但是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啊！看一下这场对阵皇家贝蒂斯，主场二阵迎战皇家贝蒂斯，0-2输了啊！西班牙就像伊格里西亚斯啊，打进两球啊！捯饬你捯饬捯饬，你看你捯饬捯饬捯饬了，捯饬出了个鸡眼啊，没用啊！咱们这个锋线阵容就后防线被人拉稀了啊，二阵直接被人爆了啊，皇家贝蒂斯把咱们治得不要不要的，希望有一名年轻的中国小将让我们来训练一下啊，很希望啊，非常希望，求他你能不能给点力了。张安岩70,000再见，曹礼500,000，但是潜力太低啊，82的最大潜力也拒绝。李欣，哎呀，崔叔，哎呀，王邦，哎呀，赵宾德，哎呀，曼寒，哎呀，这个月的青训又是质量不佳呀。下场联赛我们将面对的是皇家马德里，他今天会得分啊？圆圆这边的他的表现好像受到了诟病啊，这很正常嘛。新赛季我们将会有更多的这个球员加入，需要磨合，这都是个过程啊。我们把内马尔放到左边路。Hola, 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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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罗、小罗、C 罗、齐祖、飞哥，又是这一支皇家马德里啊！在联赛的第六回合，皇马主场伯纳乌迎战西红竞技。这一赛季西红竞技啊，引进了世界级的球员内马尔。哇，这一支传奇的皇马，迎战的是青春风暴西红竞技。来看一下皇家马德里的阵容，三少卡西利亚斯。这次技术的是3-4-1-2的阵型，后防线德塞利、范迪克，中场德科、齐达内、兰帕德、飞哥，前腰是锋线上面9号外星人大罗，7号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，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短板的阵型啊！但是他们是三后卫，所以我们的青春风暴快速反击可能会有
奇效。中场齐祖披挂上阵，成为场上的场上教练啊。来看一下，在伯纳乌皇家马德里身穿白色球衣，联赛的这一轮比赛正式开始。后防线是换了德塞利啊，这之前不是德塞利。好球，桑乔把球摘了出来，这是第一个抢断，桑乔直接在右边路启动了，能不能够有机会呢？这是西虹竞技的第一次进攻，看一下桑乔，哎呦，直接是想打一脚推射啊，这角度太小了。目前皇家马德里在本赛季只丢了一球。虽然联赛刚刚开始啊，但是上个赛季他们的表现我们是有目共睹。上个赛季皇马是夺得大满贯，小心啊，千万不要上抢。卡住位置给到了右边路飞哥，传中找后点，这是找到了小徐，来到右边路传给了齐祖，飞哥在里面禁区里面，哎呀，小徐，哇，这个赛季啊，小徐的扑救已经不多说什么了啊。大罗门前的这样的射门啊，内马尔给到了奥巴梅扬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反击机会，看一下奥巴梅扬这球怎么处理，传到禁区里面，头球攻门哈弗兹，好球，火，这就是1.88米哈弗兹，高高跃起，投的是真漂亮啊！皇家的马德里在前30分钟就是阵地进攻，小徐的经验表现啊，力保球门不失，就是一次反击。阿巴是能跑的啊，阿巴漂亮，扣一个。回传一下内马尔，回到中路，慢慢组织进攻。奥巴梅扬干净，进攻非常有章法。毕竟对方只有三个后卫啊，后防线空间很大，我的每一个锋线球员都是可以起脚打门的。西虹竞技啊，上半场扛住了皇马的狂轰乱炸之后，连续打进两球，哈弗兹奥巴梅扬为球队立功。圆球王，哎呦，圆球王这球摘出来牛批啊，后点第一个，哎呦，卡西利亚斯身高是确实有劣势啊，稳住，飞哥 ，C 罗这越位了，裁判，好枪，他们在防守皇家马德里的这个整体反击的这个站位啊，很关键啊，咱把站位全部卡住，导致对手不能很好的这个施展反击啊。上半场西虹竞技2-0，本赛季前几轮啊，皇马只丢一球，没想到上半场就被我们打进两球啊，可见我们的锋线这个攻击力是有多强啊、漂亮啊！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，李可边路给到内马尔，看下内马尔这球怎么处理，看下内马尔传后点，哎呦，德克大脚一勾啊，把球是勾走 ，C 罗。我们控制李可啊，给到大罗，大罗给到兰帕德，兰帕德再给大罗，大罗再给兰帕德，兰帕德给到右边路，这球阿巴断下来，好球，内马尔再连续的倒传给到中路，我们依然打反击啊，看一下李可这球怎么处理，挑到右边路，萨内这边拿不到，桑乔脑瓜子顶一顶，找禁区里面，奥巴梅扬，拉莫斯把球解围出来，哎呦，兰帕德中路的抢断，大罗 ，C 罗的位置可以给啊，小心，兰帕德在找，在等待，小心中间，他不给的话我们就贴上去扔放，哎呦，小徐牛下，我的天，这防守这是怎么扑的？火，范戴克的防守啊，确实给力啊。阿达玛启动了，阿达玛，
扣进去。操！这李可这传的什么玩意？挑左边路，囧哥这边拉开了一个身位，看一下囧泽瓦克这球怎么给？挑到中间，偷球过门！哎呀，马丁内子啊！嚯，这球囧哥是给的真好，这投的什么玩意儿？阿达玛直接过，阿达玛，阿达玛，萨内跟我奔啊！来呀，我可是阿达玛，我可是阿达玛。内马还不进，哎呀，这咋犹豫一下呀？内马尔，萨内怎么可能跑得过阿达玛？你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啊，不可能。好的，最后2-0，拿下皇家马德里，全取三分，漂亮啊！这场比赛虽然是打得很艰难，但是我们最后是肯定拿下，漂亮啊！小徐这几个扑救咱不看看啊？最漂亮的那几个门前的真是啊，那几个门前的扑救太狠了。脚啊也是很难，你看单掌下地很快啊。这场比赛小徐绝对是上半场这一球过来，大罗就在门球，哇！你看看，我操，这德赫徐呀，徐赫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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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绝对徐赫亚的，太狠了！小徐这场绝对 MVP。这几个必进球都给他是硬生生给他摆出来啊！圆圆怎么？你会继续支持圆圆吗？开玩笑呢，这不像采花贼一样轻松好吗？你是哪里的记者？圆圆怎么了？圆圆有问题吗？你以为像采花贼一样撩妹子这么简单吗？内马尔继续状态火热，那是肯定的呀，不火热怎么好好的帮助球队拿下欧联杯呢？对你对手很大的打击，你同意吗？废话吗？对方这个身价，我们这边能，我们的认方只有80的总评啊！这记者问出来问题跟个傻子一样，我真的是，真气人！哎呦，欧联杯第二轮啊，看一下，西红竞技在面对皇家马德里时保持零封，谁的功劳？那不用想的呀，对不对？奥巴梅扬少练一个吧，我觉得其实奥巴梅扬就练一个这个射门，就给他一个位置，只要他射门长一点，他就89了。小吴也别练了吧，我看看啊，陈超还是要练的，陈超现在没有首发位置，要是给他练的，他的耐力肯定是要练的。陈超，射门啊！当然了，你最后一定要归功于一个，就是。谁能够把这所有的功劳归功起来的，那肯定是打心骨数的，该夸还是得夸，这小徐这个表现不夸我夸谁啊，真的是还不如我给他机会，对不对？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哇，下场比赛我们对阵费内巴切啊，费内巴切是一个对手，曼彻斯特联想要捂弟弟来啊，索帅，我这人不贪的啊，你现在天天跟马奎尔是不是觉得速度特别慢啊？上场比赛马奎双红会是不是只有马奎尔和德赫亚进了这个最佳球员，对不对？现在是总评最佳球员全部都是利物浦的，你气不气？是不是想想跟乌姆弟弟增强你的后防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想要一个能跑的中后卫乌姆弟弟来搭档马奎尔？机会来了啊，机会来了，1亿4000万，好吧，机会来了。英超那边我们不担心的啊，对，我说的是现实，在游戏里面他这个传奇曼联太恐怖了，什么玩意儿，你这是杀价吗？你这是杀猪呢？哦，我报1亿4，你给我砍一半啊！你滚犊子！有你这么砍价的吗？有你这么砍价的吗？你见过这么砍价的吗？你以为是滩头上面啊？你以为上海文庙啊？
滚出我的办公室，什么东西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欧联杯第二场我必须得赢啊，再输不行了，兄弟们。下场比赛有什么新的策略？没策略，干！要什么策略？你是否希望为球迷带来稳定的表现？我的球员很快就会进步。看看，我们小徐还在热搜上呢，啊，几百万个点赞，转发已经8800了。哇塞，小徐这个微博热搜无敌了，无敌了。无敌了，跟你们讲无敌了。下场比赛对阵费内巴切，主场啊，加油啊，得赢一场，咱不能再输了。昨天我吃饺子把直播间吃停了，今天应该不会了吧。我靠，今天这什么事儿了？白菜猪肉，我不是说海鲜吗？我今天刚练过，哥搞我呢，我吃的可香了，我以为是海鲜的，哎妈，这给我整的。那没海鲜的，你给我整个牛肉的、素的也行啊。你说昨天的那地三鲜不挺好吗？你怎么给我点猪肉呢？那不可以这样，你这不是搞我吗，父母？我这今天这一盆吃下去，一天白练了。你可看到远远的位置跑出来了？有了。哎，吃吧，总不能饿着自己吧？饿着怎么给你们加班啊？白练就白练吧。这盆蔬菜水饺真好吃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我们的狂轰乱炸。哎呀，这球远远漏的漂亮啊！走了，好球，哈弗茨。啊，圆圆这个脚跟塞的啊，真漂亮。香，内马尔，圆球啊！哎呦，这球挑的是真漂亮啊！差一点啊，对方门将这球是打正了，不然的话，对方门将是这球打进，真是五加球啊！刚才这个助攻挑进来。圆圆的跑位啊，完全是一气呵成，太可惜了啊！扣进来，李可后点抡一脚，哈弗茨，哎呦，打高了，复杂了一些，但是这球打配合也没问题。哈弗茨其实这个出脚的这个射门的位置啊，并不是最优解啊，不过没关系，队友之间这么无私的传导啊，也证明了互相之间在配合默契。小罗中间哈弗茨有位置，但是圆球王自己启动了，控制再出出来，上敲，哎呀，上半场结束啊，双方2-0。李可能不能冲一个，李可扣回来，先给小圆圆，圆圆生气了，兜一脚，哎呦，哎呦，太可惜了这球。瓦雷洛，克罗泽，哦，萨马马空卡，哦，走，就是不打，走，我们冲起来，阿达玛，哎呀，我擦，好断，阿达玛启动啊，阿达玛顶一个，哇塞。不丢球啊，零封，就是零封。对方连续倒传在边路，再启动起来，不可能进球的，不可能。就我们这样的强硬防守，任芳这个赛季表现是真可以的啊。这几场首踢，我觉得他没有任何问题。阿达玛生气了，阿达玛说：“我一定要带领球队冲起来。”阿达玛像个小赛车一样冲了起来。阿达玛这次真的要倒三角了。阿达玛，奥巴梅啊！我们的小波托，特罗列。阿达玛，这一招先吃遍天啊！内马尔，你看这体能到下半场就不行了，这就是他的问题啊！所以我想让他打前锋，知道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欧联杯第二场全取3分，稳稳当当。
两轮拿四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毕竟欧联杯对手没有那么的强大啊。哎呦阿巴，小许先传一脚，这马丁内斯真的是卖钱卖钱卖钱，真的卖钱，他就是一个会跑的人，这个钞票机是吧，银行。比赛结束3-0，可以啊，卢锡的表现满意吗？当然满意了，卢锡是球队后防线的铁闸。费内巴钦有何建议？他跟我们不是一个轻松的胜利啊，轻松轻松，我们本该有更大的比分差距。中国队有什么国际友谊赛？我看看啊，曾诚、谭杰，哎，怎么都是门将啊？我的天哪，就这样，全是门将。拉克鲁尼亚，看一下啊，咱们的士气可以吧？二阵上去踢，拉克鲁尼亚咱联赛能输？不现实吧？3-1，阿达玛、里可、哈弗斯各进一球啊，这合理，这合理。三后卫我们踢皇家贝蒂斯输了，乌姆蒂蒂又来报价了。讲真，乌姆蒂蒂真不想卖啊。拜仁想乌姆蒂蒂，乌姆蒂蒂不卖了吧？这后防线挺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些关键球他能处理啊。咱不卖乌姆蒂蒂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乌姆蒂蒂把他挂下来，阻止报价啊，移除就行了，也不用阻止报价。不卖了，对啊，他表现挺好的，卖他不合理。真的不合理。陈超两个位置，哎，奥巴梅扬88了啊？不是，怎么还跌了呢？不是呀，奥巴梅扬不是89就差一点了吗？你当我没记着啊？我脑瓜子上面现在8个问号啊！啊，妈的，老子练了你这么多下，你他妈搞我！这个小贼，我靠，你太宝贵了，木木弟弟，我们不卖你了，你太宝贵了，你就像个小宝宝一样。哦，巴塞罗那想要哈弗兹啊，完了呀，我们要把哈弗兹送去一个深渊了，真的。那哈弗兹在巴塞罗那能踢上球吗？兄弟们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哈弗兹身价这么低啊？他身价是9800，怎么也能卖个2亿啊？怎么才1亿4000万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来看看。他的合约是不是要到期了？也没有啊，不合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啊！这不合理，这肯定有问题，这有问题啊！我们不要被那个预判的价格所影响。哈弗斯，我们就报2亿，突个亿，突个亿，突个亿啊，突个亿！来，再给你240万的零头。1亿1700万，1亿8000万，不是我们这1亿8000万的哈弗斯，你们觉得过分吗？我真觉得我没有黑啊，我这价格合情合理啊！你来我办公室干嘛？是想被羞辱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报价梅西1欧元啊？干什么无耻小窝，这以后再说啊。政治竞赛了，政治88了啊，可以。那这场的话我们后腰位置就上买买提啊，买买提可以，买买提上。陈超打替补没问题，张林鹏78，吉祥77，可以啊，买买提上。任芳自己涨了一点啊，81了。吴磊89，埃克森88，远远90。中国队现在如果说一定是有短板的话，还是后防线啊，还是后防线啊，你们看啊，还是后防线，就是后防线。现在我就对后防线最是担心啊，对着美国队。1-0，买买提进球了啊，牛逼！这场替补打得漂亮。谁竞赛了？政治竞赛结束了啊！哎呀，都去中国队了。
对呀、啊，我们关子安怎么没上啊？我知道他叫麦提酱，哎呦，你看看你就，我就想叫他买买提，好玩嘛？怎么的了？就一定要就杠，还杠呢？跟你说，我知道他叫麦提酱，我还想叫他阿凡达呢，真是没人练了，囧哥吧？囧哥就练个射门啊，囧哥练过射门了，囧哥也没，咱们现在是真的没有青训小将了，我真是。苦不堪言啊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奥巴梅扬也不用练了呀，我们没有青训小将了怎么办啊，这段时间真的青训小将全被吃掉了，真是都我们现在要练小吴的什么直接任意球了，我的天哪，要了个亲命了，真的是服了，这不逼人吗，真的是。科特迪瓦，好，卢西竞赛是吧？吉祥上，政治可以首发了啊！麦迪江下来，杨旭，哎，不错啊，咱们这阵容，杨旭这场踢不上，咱们这阵容真可以啊！科特迪瓦应该是稳稳当当，4-1，艾克森两球，圆圆一球，吴磊一球，可以。这风险啊，不对，我们在国家队的号码线还是有问题啊，怎么是圆圆11号，吴磊9号呢？这绝对不对啊，绝对有问题，咱们之后改一下，回头再说，并不着急啊。到这种什么地步，没有球员练啊，陈超肯定要练啊，现在是没办法，只能练陈超啊，陈超现在没球踢，主要是射门啊，耐力加射门，他的耐力如果上70就好了，我就比较安心一些。往后推一推啊，桑乔的报价提案，咱们好好卖啊，好好卖，这手别闹。曼联报价1亿3000万，咱好好卖啊，咱好好卖，咱好好卖，这手真的好好交易，好好交易啊！你看看，为什么哈佛兹就是1亿3000万？这边桑乔可以卖2亿呢，你看呀，一样。也是中场球员啊，两个人都90的总评，我哈弗斯是不是就是没牌面啊？为什么曼联就能爆出1亿3000万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爆2亿合理啊，曼联也不会随便走的。你看看，这叫个大球队吗？曼联这样的球队我是真喜欢，索帅从来不会滚出我的办公室，有什么话都好好聊。2亿，1亿7700万。我不谈1亿8500，就1亿8了，好不好？那跟1亿7700万有什么区别？就1亿8500万。哎呀，他这个1亿7700万很诱人呐！啊，这很诱人呐！我觉得咱别谈了吧，咱7000万买了，咱卖了吧。如果他妈他摇手，我们又傻逼了。卖了吧，我们7000万买的桑乔，血赚1亿啊！摊一手，真摊一手吗？1亿8500万，再摊个1000万。卖了吧，就1亿8吧，1亿8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小摊一手，300万，摊个屁啊！真是，哎呀，不摊了，不摊了。不谈了，不谈了，不谈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桑乔，走走走走。桑乔手机感觉也不好，是不是？不谈了，不谈了，传奇球员来了，真是。传奇球员来了，不谈了，不敢谈，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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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拍塞，拍塞，怂了，怂了，主教练怂了，哎呦，这都赚1亿了，你干嘛呀？真是，对不对？主教练拍塞，怂了，怂了，怂了。这手我怂，我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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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拍我拍，格兰纳达我们就不手踢了啊，咱摊1000万不值，对不对？不值当，不值当，不值当，谁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格兰纳达，
奥巴梅扬两球，远远三球啊，客场5-0大胜，有点狠了啊，有点狠了。咱们现在也是个大球队了，连续2年欧战，对不对？虽然上赛季我们只拿到了4强，但是也是绝对是佼佼者球队，对吧？不开玩笑的，现在也是随随便便就是出去有点排面的球队了，我们干嘛要搞的？该冲就冲，对不对？这场比赛对阵什么来着？这是欧联杯啊，布拉格斯巴达。我觉得二阵绰绰有余，来，二阵绰绰有余，随便锤，真的，我不开玩笑。就我们这个五前锋，4-1，哈弗兹两球，圆圆一球，任方一球，你看看二阵随便踢，对不对？随便踢，真的随便踢。小吴是想上桥啊，桑乔卖掉赚了1.6450万，去掉我们当年买他的7000万，也就血赚9000万啊。赛季中将会离开球队啊，我们赛季中可能有一些交易的可能了啊。来看一下，尤文图斯想要哈弗兹，哈弗兹怎么就这么便宜？哎，我真的不理解，哈弗兹咱不卖吧，真不卖吧？哎，桑乔跟他总评一样，都是90，对不对？哈弗斯表现还好，还会投球，1.88米呢，怎么就身价这么低了？德乌球员没排面呗，这绝对不卖。我能卖2亿，我干嘛卖给你们1.5亿？还不一定谈得下来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投球也很好，前腰打着没问题，身体素质强硬，好用，不卖。没到2亿，咱不卖哈弗斯，坚决不卖。别问为啥，皇家马德里，我们谈一手吧，皇马。反正就是跟桑乔一样，你就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哈弗斯就没这个价格？桑乔有户口本呗？啊，我不认，就2亿，你待不待吧？齐祖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关系对吧？这也不是一次两次，是不是？都准备好了啊，齐祖啊，我们这种关系你注意了啊，我这2张牌子有，齐祖有点意思啊，我跟你讲，齐祖，我不谈。我桑乔是1.7亿买的，对吧？我这边哈弗茨就算他没户口本，我就卖1.7亿，再便宜你700万，行不行？我真的不谈，我就比桑乔便宜一点。他俩你要是真说实战谁强，那肯定是哈弗茨。我这手就是因为咱俩是好朋友，咱俩情谊放在这儿，对吧？那700万我给你省了，我也不多跟你说什么，好吧？你就有点没劲了啊，就没意思了。你这他妈就给我涨500万啊！你这就有点没意思了啊！哎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哈弗斯真的是他妈一点牌面没有啊！啊，1.5亿啊！我这，我操！真的，我觉得1.5亿到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哈弗斯就卖不掉。滚出我的大厦！跟皇家马德里再也没有交易了，我这够有诚意了吧，兄弟们？我还没诚。
中后卫1米87的小白啊，白羊，白羊是老白，老白啊，老白，耐力有点低了啊，中后卫耐力得上来。然后白羊，我们练防守啊，希望他的潜力值能上来。防守现在都是50几，稍稍有些弱。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啊，冲得很快。我看看这个青训现在还有吗？青训没了啊，继续找后防线吧，还是找后防线，还是找后防线，找后防线合理。锋线咱人多，艾克森、李可、吴磊，对吧？咱们现在还有圆圆、白羊，这一上来就有潜力报告了。之前是80到94，最小值涨了一点啊，最小值涨了一点，行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牛逼牛逼牛逼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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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牛逼！这个得鼓励，得鼓励，真得鼓励，没什么可多说的，打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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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归零啊，别归零，归零那个不对啊。球员有实力，那个我的球员们无论如何也会好好表现。最近我们沐浴在最高状态，那可不，我们球队已经不知道，二阵已经疯了。咱们这场一阵踢二阵踢应该，哇，哈弗斯91了，桑乔91了。哎呀妈呀，亏了一个世纪呀、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偷，亏了一个世纪呀、啊！哎呀，哎，奥巴梅扬89了，哎，嘿嘿，这奥巴梅扬有意思啊，嘿嘿嘿嘿，哎，你看看，呵呵，哎，奥巴梅扬89了，可以，哎，这场拿下我们之后欧联杯就可以二阵踢了啊，就我们计时分必出现。对不对？应该是能拿下2-1。桑乔打进2球，可以。下场比赛对阵巴塞罗那。哇塞，这是我们的一次。圆圆这场比赛复出啊，这次是复仇战了吧？啊，争冠了，兄弟们！今年这个赛季，我们这个阵容打巴塞罗那，走了吧？真踢了，这是真有梁子的球队。咱拿出点士气，这个赛季西红竞技目前11轮少赛一轮的情况之下，目前是联赛第4。这场拿下，我们将会冲击联赛第1，和巴塞罗那只差1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和皇马平分，走。总哥上场了啊，轮换很重要。想到上个赛季啊，我们联赛最后一轮啊。对不对？强势模拟才好不容易赢了巴塞罗那，手踢我都不敢踢，对不对？还好我那手是模拟了，说了这个档是不读档的啊，看了录像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档咱们不能读档啊。上个赛季最后一轮，不然的话这赛季咱们连欧联都踢不了，真的是太险了，手踢是很难很难，这支巴塞罗那手踢巨难无比。但是这个赛季我们左边路内马尔，锋线哈佛兹也起来了，后腰李可，对不对？前锋线上面我们圆圆状态都出了，对，后防线任方现在也很稳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走巴塞罗那冲主场啊，这场主场揍他。什么东西打了10个巴掌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联赛第12轮，西红竞技主场迎战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现在是最佳防守球队，西红竞技丢了7球，但巴塞罗那现在只丢了4球，皇马丢了5球啊！来看一下他们的门将施特根，怎么就只有半个脸呢？哎，导播有问题。对对对，阿尔巴聪明啊，打自己的老队友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。内马尔、哈弗斯、
啊，巴梅扬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方的后防线非常的可怕啊，但是现在我们的锋线也很可怕。来看一下西红竞技身穿红白条球衣，从左往右进攻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这场联赛的焦点之战，西红竞技对阵巴塞罗那。左边路吉格斯，这是从曼联买的什么东西？从英超买了点啥呀你啊？巴塞罗那把曼联的吉格斯买来了，还买了个曼城的德布劳内啊。小徐也是把球开了出来，丁丁，丁丁趟一脚，这是可以射门的，丁丁，哦呦，小徐，远球王跑，身后都不知道是谁，别管。左脚干净。这球面对施特根打的是真冷静啊！边球网漂亮，复仇之战啊，远远打进了联赛的第五粒进球。这个赛季远远的表现并没有太抢眼啊，但是相信他一定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厉害啊，因为他之前在80级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雏形，对吧？桑乔自己跑，桑乔，桑乔，不要管布兰克，哦哟，这把这动作布兰克这啊，这布兰克就这裁判不给红牌我都有点气了，真的我都有点气了。小球进来，哎呦，布兰克凌空一脚，内马尔，一片混乱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小禁区里面就是啥也不知道咋的了啊。哈弗茨，内马尔被西多夫断下来，对方的反击，伸脚，苏亚雷斯自己跑，小心打反跑，好球，二八，危险，这是吉克斯，趟一脚，小心他再过，嗯，好球，现在这防守真可以啊，完美完美。远球王又冲出来了，远远斗一脚，很谦虚啊，漂亮，很谦虚。面对施特根，又是自己的黄金左脚。这是我们第一个青训小将啊，远远。想当年我们拿到手上，对吧？我说过什么？我说他终有一天啊会变成99。小心，德布劳内，斯托切科夫，丁丁扣回来，哎呦，哈弗兹卡住位置啊，别急，好球！你看看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奥巴梅扬，内马尔。扣过来，奥巴梅扬的大门，施特根扑救脱手，后点内马尔凌空补射，3-0。内马尔打进了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，面对的救主啊，真的是令人有些唏嘘啊，但是毕竟是在游戏当中，面对巴塞罗那的三后卫啊，主要是我们现在防守跟得上了啊，这很关键。主要是现在里可和哈弗斯的防守跟上了，加上任芳还有乌姆蒂蒂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啊给有效的阻止住。索雷斯，斯托切科夫回传一脚，小猪往前再给，哎，漂亮啊，小徐的扑救也是非常的稳。吉格斯，球快出去，桑乔漂亮，一个虚晃，苏亚雷斯传到禁区里面，任芳高高跃起，小猪这个位置随时可能打远射啊，控制一下，里可不上墙，很聪明，桑乔再把球挡出了底线外，
上半场四十分钟，巴塞罗那依然是角球。苏亚雷斯。哎呦，小猪左脚的凌空射门啊，打得烧热。稍弱了一些，李可。阿巴梅啊！漂亮的内切，美羊羊打出了绝对死角，皮球是打在立柱上，这是入网。这球是打得太刁钻了啊！4-0。斯托切科夫任防，小心啊，他自己能切进来，当我放了个响屁。哈佛兹有位置，又冲了。哈佛兹这球是挡高了，边缘。哎呀，上半场结束啊，4-0。咱们这反击啊，已经打懵了对手。我们打进四球，我们只有38%的控球率，就是反击啊，纯纯的防守反击，不控球就是反击，就是反击啊，很清晰的一个进攻套路。桑乔再撵，没有拿下巴雷西。哎，远远这球有点友善了啊。小猪，布兰克，推给边路，吉格斯。这球桑乔是失位了，咱把卢西调过去，不可能给他进攻的机会。A B C， 禁区里面切一切，卢西继续卡住上脚，再来斯托切科夫，德布劳内，不对，这是小猪禁区里面，哎呦，卢西，不对，这是小徐。对方在后场想要争夺我们的球权，我们这边吊球，直接看到桑乔的位置，传过来了。桑乔又面对门将，桑乔又跑过了。5-0。ABC， 德布劳内，苏亚雷斯接上去任方，一点不慌，两人连续倒传，德布劳内给到右边路西多夫，西多夫这球阿尔巴不会给他机会，又是反击的一次机会，哈弗兹直接给到右边路，哎呦，这球巴雷西断掉了啊！巴塞罗那传控是有的，但是现在就是顶不住我们的反击，我们球员太快了。斯托切科夫。好球，任方这防守。埃里克森替补登场，苏亚雷斯，德布劳内，倒三角，哎呦！哎，任方怎么样？我说了一下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觉得任方这边中路防守怎么样？嗯，施特根，81的总评，任方怎么样？真厉害啊！他虽然没潜力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要卖他。果然我没有想错啊！来喽，巴梅啊！漂亮的转身，中路只有奥巴梅扬一个，漂亮控球，外脚被冲射。奥巴梅扬打进本赛季的第10粒进球，本场比赛奥巴梅扬已经打进3球。梅西是上了啊，小罗是没上。梅西雾弟弟把球垫了出来，禁区里面还能等斯托切科夫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转身打门，防守他的是任方，任方伸脚啊，顶上去，任方卡位置，一点不慌，打开任方站在那个位置，顶出来，
阿达玛，这是一个反击机会，阿达玛要冲了，杀！阿达玛，好球！内马尔。Buen pase filtrado. Buena pelota al hueco. ¡Apa mía! Zona de nadie. Neymar saca de esquina. ¡Apa mía! Con intención. Vaya jugada individual que se está marcando el colega. 比赛结束，最后比分定格在7-0。西红竞技在主场拿下了一场大胜。这场比赛上战术上啊，我们完全打出了啊，打出我们要的东西。圆球王打入两球，早去吹牛逼。我们这场比赛控球率只有38%，也就球权一直在巴塞罗那脚下。我们打的全是反击啊！零封巴萨，坚决的防守反击。哎呀，要不是因为在录像啊，我实在是实话实说，没关系，反正录像也能切掉，好吧？就我这个档啊，玩到现在了，对不对？是没见过我昨天被巴塞罗那虐还是怎么了啊？你如果是新观众呢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最高的中级难度，最简单的是初学者，刚才是中级啊，然后是传奇以上的中级难度，好吧？所有的设置全部都是默认的，行吧？没有任何改动，没有任何改动。行吧，你这个我得解释一下，好吧，不要去质疑，咱们这场打的就是好看，对不对？这场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战术，所以巴塞罗那就懵了，很正常，这很正常，这是足球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战术上完全克制了对手，对不对？另墙上的另外一块砖，可以啊，白羊三个位置，就是兄弟们昨天那个事儿吧，我毕竟在录像，我不想把它重复一遍啊。我脸上现在还温温疼呢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打个7-0啊，其实心里我还是很爽的。当然了，有人提出质疑，对吧？这很正常，我能理解。我他妈脸上我还温温疼呢，我去。联赛我们依然首发来踢，因为现在欧联杯我们已经稳定晋级了，2-1，2-8，哈维兹各进一球，哈弗兹各进一球。来，这场二阵来踢啊。我们还是要出席一下发布会的，要提升一下球队整体的一个那啥，对，整体的士气啊。我们明显会赢。昨天那段掐掉掐掉，放心。那是当然的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巴塞罗那这场是受到质疑，因为我的踢法都是快速反击，所以看上去很好进。但是尤文图斯那场你们就觉得好像怎么这么难，因为尤文那场其实是难踢的，我那场尤文其实是踢得漂亮，所以我们去年在欧冠输给尤文我是认的，哈弗兹两球，远远一球，陈超一球，连欧联杯我们4-0大胜对手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，巴梅扬。这个赛季巴梅扬表现我们不多说什么了，不解释，但是我们传来了噩耗，乌姆蒂蒂在下场连欧联杯的比赛将会在淘汰赛的第一场不能登场，那我们中后卫上谁啊？联赛1-0小胜塞尔塔，球队现在好起来了，球队好起来了，球队是好起来了，可是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，我有点慌。陈超还是要有一个位置的啊，陈超要练体能，对吧？这是绝对要练的，他体能只有70不到，陈超一定要练体能啊！陈超79的总评，卢锡一直有潜力的，是卢崇坤没潜力啊，卢崇坤已经离开了球队啊，去到了其他队伍，
年轻的青训小将，我们来看一眼。这个月我们得到了月度最佳经理，先看一下白羊。白羊现在潜力不动了啊，81到94不动，不动也行啊，不动也行，你不动我们也不动，好吧，大家都不动，行，你不动我也不动。林峰不行，韩曼不行，马桂山不行，冯瑶不行，孙公孙高考，高考啊，高考高考高考，下场对阵比尔巴鄂竞技。我们来看一下欧联杯我们的赛程啊，我得早早知道。哦，我们还有场费内巴切是吧？行，那这场还是主力踢，还是主力踢啊。比尔巴鄂竞技要主力拿下，3-0。小徐受伤了，这边吴迟勇给我打电话了啊，想要有上场的机会。小徐受伤2周，四头肌拉伤，那吴迟勇机会来了呀。哎，这场乌姆弟弟下来也没事啊，我们二阵上了，小吴正好有机会啊。那谁来踢中后卫这个问题就有，就你了，钱钟，这场比赛就是你出人头地的好机会，钱钟，相信自己啊！你左边是阿尔巴，右边是卢锡，钱钟加油啊！本来你只能倒个水，现在你能上场踢球了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加油！白羊62，要有信心啊！西红竞技已经13分了啊，稳稳稳坐小组第一。发布会这场不去了啊，费内巴切。客场，小吴啊，吴迟勇，4-1，可以啊！陈超、囧哥各进一球，李可打进2球，哈哈哈哈！现在我们二阵终于是出人头地了啊！因为二阵也有囧哥，也有阿达玛，速度贼快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一场正好洗掉了乌姆弟弟的禁赛啊！这样子，我们进入到那个淘汰赛的时候，乌姆弟弟能上场。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阶段了，因为淘汰赛整个比赛强度会上一个档次。所以我们心里还是要紧张一点啊，不要太过于膨胀啊。廖东翔还是紧张一点，不过不要太过于膨胀。联赛目前我们是联赛第四，少赛一轮，这场拿下，哇，前四线卡得好牢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今年又是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还有马德里竞技，但是这个赛季咱们在上半个赛季就已经早早卡住了前四的位置，冲在了第一集团，往第五走就是皇家贝蒂斯，差我们5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赛季我们要去冲击西甲的冠军了。但是吴迟勇的门将，主场啊，加油啊！2-1，牛皮！内马尔、马丁内兹，可是乌姆弟弟怎么回事？乌姆弟弟啊，乌姆弟弟，弟弟啊，别受伤啊，弟弟！不是，弟弟，一天。啊，头皮发麻，没事，别慌啊，别慌，只是头皮小挫伤啊，小挫伤，头皮发麻而已，头皮发麻而已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头皮小发麻很正常嘛，球员有时候就是防守防多了，头皮有些小发麻，很正常，很正常，很正常，这是一个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对不对？头皮发麻这种小伤，一天就好了，用用海飞丝，对不对？飘柔都可以啊，曼妥斯也可以，对吧？不用太紧张，不用太紧张啊！然后我们二阵上场踢，你的连胜势头当然会继续了，100%投入。白羊那个是投球啊，投球，他那个是练的，帮他练的投球啊。这场上二阵啊，上二阵，我们看一下欧联杯淘汰赛我们对阵谁，现在还不知道啊。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对阵奥地利啊，可以。其实我对欧联杯，我感觉我们应该是稳稳拿下的。远远马丁内斯各进一球，
小吴受伤了。小吴啊，国足现在让我们续约一年啊，没问题，世界杯资格可以。小吴啊，你别笑，我操！小吴踝关节骨折啊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我们两门将都伤了啊，他妈不让人踢球了。不是啊，哎操，咱把谭杰叫回来吧，咱不要硬叫，因为马上进交易期了，我们再坚持一场比赛就进交易期了，谭杰就回来了，忍一手忍一手忍一手。那接下来这场比赛谁来守门呢？谁来守这场比赛？我们来看看好吧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谁的守门数据最强。没办法，咱们现在如果现在你把谭杰要回来的话，谭杰一下子就亏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如果是从球队一直租满一年回来的话，他是会有一个属性加成的。对，这大家得知道啊。我们来看一下飞身扑救谁最强。囧哥大概没有一个二十的，阿达玛呢？阿达玛也不行。陈超呢？陈超大概都是个位数。看看啊，39689311。深流十一，咱们看看啊，咱得讲道理，咱们就看谁的。哎呦，我们弟弟全部十以上啊，还有细一点。哎呦，二八就站位不太好，但其他都还可以。桑乔、哈佛斯、李可不行，内马尔不错啊，两个十五，两个九，奥巴梅扬，圆圆也行啊，就圆圆吧，圆圆啊。也得尝试尝试，好吧，加油啊，加油加油！这场挑战了，这场真挑战了，这场远远1.86米的远远啊，要去扑，能不能零封？莱加内斯，加油加油！每一轮都很关键，你们以为18轮？你们看看现在联赛，我们就差3分。远远，守住啊！我操！今天被打穿了，4-0。哎，这没办法，这没事。谭杰马上回来了啊，大家忍一手忍一手，没事，会好的会好的。俱乐部现在遭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，但是会好的啊，稳住稳住，咱可以的咱可以的。还有下半个赛季呢，你怕啥呀？加油啊加油，没事，这场之后就是交易期了啊，没事，马上就可以把球员租借结束回来，对，远远不用踢门将啊。谭杰会回来，年轻的青训小将侃爷，这个月有谁吧？好像没有什么好苗子，张安岩、谢炯不行，黄聪不行，崔叔潜力值最大值太小，韩曼就不说了，什么都小，池伟慎。小啊，小徐就伤2周，很快能回来，知道吧？四头肌那个伤2周还是4周啊？给忘了，没事，回得来，回得来。小徐马上就好了，对啊，别慌了，别慌了哈。而且这波我们又会回来一波球员，到交易期了，冻疮期了，看一下白羊的潜力值，加油加油，白羊。81到94，白羊可以，我觉得吧，白羊没毛病，白羊他长得慢，对不对？他没长得慢没关系，就是有些人吧，有些球员啊，他就是慢慢的变大的，
没毛病，我就觉得不要一下子就大，是吧？一下子打仗不好，对，慢慢打行，没问题，可以可以，慢慢打好啊。小徐恢复了啊，小徐恢复了，好消息啊，小徐恢复了。球队现在人有点少啊，因为桑乔离开了球队，对吧？桑乔离开了球队啊，桑乔离开了球队，保存一下，保存一下。我们现在有多少资金？1亿7千万。这个交易期我们需要一个强力的右边路。其实我们不右边路也行啊，但是反正就要签个人，对，那还是签右边路吧。我看啊，还是得捡漏啊。但是我们在签人之前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中国籍球王远远圆球王从90的总评涨到了91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你为他点赞了吗？你为他打666了吗？没有潜力的圆球王，自己独自锻炼，天天刻苦练习，将自己提升到了91的总评。啊，厉不厉害吧？厉不厉害吧？五亩地里啊，自己天天在家里面搓自己头皮啊，把自己搓到了90啊，哈哈，24岁的五亩地里啊，优秀优秀优秀。上个赛季五亩地里啊受伤了一次啊，头皮发麻，但是呢他刻苦练习啊，把自己冲上了90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早早的就去看一下好不好，我们早早先定下我们的一个可能会要买的球员，我们先把转会区里的球员都看一下啊。现在托纳里已经不可能来了，卡卡这个赛季不会转会啊，这种咱们不会看。萨内蒂是免签不免签，维尔马伦可以签，维尔马伦是之前就可以签，内斯塔、卡拉比利亚、姆巴佩可以免签，罗伊斯也是免签，不用看了。埃克森咱们就不签了啊，他现在在广州恒大已经起飞了，89的总评了啊，终有一天他自己会上五大联赛了。不免签了啊，不免签。我看看啊，右边路右边锋维埃里，不要，我们能看的就是解约金吧。戈麦斯、威廉热苏、克雷斯波、约维奇，我觉得这个赛季的赛季中，我们肯定是，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原价买一个边路的球员，应该是原价买一个边路球员，真的是原价买一个边路球员。6个月咱们买不了的啊，6个月就是那个什么，我想想，我构思一下啊。小罗在尤文应该不会转会了，小罗应该是这个赛季转到尤文的，他应该不会再转会了。对，季文科、莱曼，小罗应该不会再转会了。范巴斯滕，格列兹曼踢右边路太慢了啊！我们这球队格列兹曼很难，卡卡买不了。小罗刚转的尤文图斯，看到没有？刚刚转回尤文，飞哥是免签的，姆巴佩也是免签的。我想签一个传奇边锋啊！我想签一个传奇边锋，我觉得1亿7千万能签下一个。罗本退役了，这一代没有罗本，应该要明年会有。哎呀，贝斯特，哎呦，吉格斯刚转会，肯定不行，他在巴塞罗那呢。
吉格斯在巴塞罗那肯定哦，吉格斯有机会啊，17000万的结晶，哎，吉格斯有戏啊，兄弟们，我就想签一个大哥，签得起啊，我1亿7000万啊，签个吉格斯正好啊，我谈一下1亿5000万，啊，刚操，刚来的巴塞罗那不转会。世界级边锋还有没有选择？我想买个传奇球员，我们现在这个赛季就差一个传奇球员，传奇边锋还有谁呢？中场的边位也行啊，我看看还有没有选择。吉格斯不行，斯科尔斯现在在拜仁，斯科尔斯踢不了边位啊，他速度太慢了，他是个中场。对，贝斯特看过了，不行，卢伊科斯塔也踢不了边位，卢伊科斯塔边位也太慢了，杰拉德。特马宁也不行，边位不了。内德维德，拜仁正在跟内德维德聊。哎呦，披萨你好啊，披萨，好久不见啊，哈哈，这么巧，大家认不认识披萨啊？内德维德有机会啊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内德维德有机会。劳德鲁普，6个月的咱们肯定不签，我们不免签的。奥科查，哎呦，可惜了。纳卡塔，不要纳卡塔，难得子马克莱莱好便宜啊，马克莱莱踢后腰的呀，齐佐可以免签，哈吉还比马克莱莱快一点，但我皮尔洛不要，哎，现在这么看的话我们有戏啊，有戏，看看我这次就想签个边位，知道吧，我想踢一个世界级的传奇边位。哎呀，内德维德也是6个月啊，我就想现在签。马克莱莱只要1亿啊，内德维德不行，小罗也不行，马克莱莱，奥维马斯可以，都他妈被抢劫了，哎呦都打劫，我操，欧文踢边位的呀，欧文踢前锋的呀，边锋当然也能，6个月不行，哦，94，哦，直接签个超级大哥来，1亿6000，哇，好贵啊，哇，一看就是超级大哥，好像很适合我们球队的样子啊，啊，来了就无敌的那种，买得起1亿6000万，我给他强买强卖了，我天天看啊，看着很诱人啊，我的天，哇，哥，1亿5000万好不好？家庭长这种球员留在手上烫手的山芋，是不是哥？不如就把他这个山芋扔给我，我帮你香，好不好？家庭茶这种球员真的烫手山芋啊，是不是？你最近是不是就被烦的要死？人人都给你报价，我给你多加55美欧元，好不好？家庭茶这样的球员，考虑一下。他考虑，游戏比要看一下，踢边的话应该有机会，游戏比要踢边有机会啊，游戏比要可以踢边的，游戏比要肯定买得下，兄弟们，93肯定买得下，加林查为什么买不下，因为他总评94，对，游戏比要100%买得下啊，葡萄牙边锋线我觉得靠谱，咱们如果签亨利的话不合理啊，亨利踢边锋太高了，主要是，而且亨利现在在阿森纳，我不想让他走。
啊，他六个月啊，走不了走不了。哎呦，飞哥签不了，看过了，看一下皮雷吧。怀特，哦，这次有很多新的传奇球员。哎，皮雷没了，皮雷被啊，在这，他是左边前卫啊，六个月到期，都得续签啊。他们范德萨哇，德赫亚呢？哦，没有德赫亚，这是阿森纳，我操，给我激动的。咱们嘉宾茶先这样，先看嘉宾茶，我觉得先看嘉宾茶，这才刚开始交易期呢啊，不慌。嘉宾茶就是要两个亿，我要买嘉宾茶，肯定必须一亿五千万，不然我签约费谈不下来，对不对？签约费不然谈不下来，一五千万给他加一百万，我用2000万给你买。哇，别吧，希尔瓦，你这给一点吧，我就签他一个，我一点不降啊！你他妈的老贼，一点不降啊！滚出我的大厦！红牌，红牌发下，什么东西？右边肯定不能是前锋，尤西比奥吧，尤西比奥吧，合理吗？93-94的速度很适合我们这个快速阵容，是不是？尤西比奥吧，就尤西比奥了。尤西比奥卖了，就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剩点钱，我觉得尤西比奥合理。有人叫我1亿7000万，你哪买什么贝利啊？100买贝利腿毛啊？啊，买贝利腿毛吗？是想买贝利的腿毛吗？啊，98的贝利身价就2亿2550万，你凭什么买贝利啊？贝利贝利贝利刷的，哎呦，真的是着急买他腿毛。有观众说看看能不能再卖个人，我们现在再卖人的话也很危险，我也不想再签人，知道吗？我只想补强这一个位置，我们的首发阵容只差这一个位置吧，对不对？任方现在首踢后防线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个赛季我们就花一份钱买一个边锋首发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赛季中了啊。如果我多买人的话，我们又要去磨合了，对不对？就尤西比奥，我先报1亿2000万，先把尤西比奥拿下来再说。1亿6300万，1亿2500万，身价以上。我还没谈呢，哥，哎呀，我还想再黑话你呗，我还想再跟你沟通一下呢。老板大气，老板，游戏必要，游戏必要，谈吧，爽快，有钱。埃弗顿真好啊，埃弗顿真好，埃弗顿真是好球队啊，埃弗顿好球队，咱们这样能买个替补后卫，4000万绝对能买，对不对？绝对能买个替补后卫啊，咱们这样能买个替补后卫，对吧？咱们去好好的挑一个替补的中后卫，完美，对不对？3-4千拿下，赶紧！哎呀，哦，是13900万留下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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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太舒服了，来来来。替补后防线啊，我们完全可以买身价的啊，丹特，巴西中后卫丹特。哎，不是，说真的，我们是到底是买个替补中后卫还是买个首发中后卫啊？就你，我们任方只有81啊，我操，他妈的！所以他来到底是替补还是首发呢？他就是个替补是吗？
但他总评比任芳高，是这样子对吧？真可怜，想想这个人来了就得坐冷板凳，想想都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想想他都可怜，来了就得坐冷板凳。哟，科亚蒂兹，这个速递比马奎尔还低啊！这种球员不多见。算了算了，这也太可怕了，太可怜了。纳乔，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球员啊？桑切斯，迪亚洛，迪亚洛不错，哎，迪亚洛可以啊，哎，迪亚洛可以。而且沃尔夫斯堡正在跟他聊，我这种主教练嘛，最喜欢接着别人的胡了。迪亚洛打个替补，他也应该是认的，对不对？他也应该是认的。83的总评，对吧？迪亚洛虽然是就是迪亚洛，但是打替补嘛，打替补我也不对他有太大的表这个期望。祖马这个球员我也很喜欢啊，非常的可爱。迪奥普就太贵了，83的最合适。哎，还想什么？对啊，我们里面还有个卡拉比利亚呢，解约金4200吧。哦，我们他妈就缺一点点，对吧？86的总评，卡拉比利亚看着还挺好啊。啊，如果能把卡拉比利亚签下来就好了。我要不跟他球队聊聊，你们觉得呢？咱们跟卡拉比利亚的球队聊聊，怎么样？朗格莱，方特，方的太慢了啊，34啊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慢的就是我都能追上他，我现在只有3900万啊，记住了。我们聊聊啊，如果能够3900万把这个卡拉比利亚签下来，明年还可以卖呢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他因为有解约金，他肯定会卖的比他解约金便宜一点。比如说我们谈个3000万，对不对？卡拉比利亚太矮了，没事儿。我先报个3000万，好吧，试探一下。皇家贝蒂斯反手一个大巴掌啊，滚出了我的大厦。没得整，没得整，3000块没得整。要免签呐，免签的迪亚洛别看了。马克莱不会签了啊。维亚马伦也是贵那么一点点。哎呀，那咱们只能最后再说了啊，先过一过，现在还早呢，这一个月还有时间呢，对吧？租借球员回归，哎呦，我还有好多租借球员刚回来呢 ，shit！ 我看看，尤西比奥先上来啊，拿到了我们右边前卫的位置，前锋的位置。哟吼，可以啊，小杨，73的总评。哟吼，有点意思啊！哟吼，辽东翔67是之前就有的，陈胜也66了啊。小徐又一个门将，73的总评可以啊！啊，速度86，哟吼，右边后卫啊，有点意思啊。防守弱了点，防守是弱了点啊。这个右边游戏比较这个大哥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为什么签他？就是我觉得球队就需要有个一锤，当然我们都是一锤定音的人啊，但是我得有个传奇球员了，不然出去没牌面啊。人家还说呢，你这个传奇党没传奇球员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有点意思，打个替补足够啊，70几，对吧？可以给他一个替补位，我们往后推一推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球员的这个签约啊。陈胜是可以委派续约一下，5500可以，4年没问题。我来看看那个球员有没有潜力值啊？头锤不练了，刚才那个是一个边后卫对吧？杨晨有兄弟们有。他只要一个训练位就是防守，他速度已经足够了。
他现在抢断有87呢，85的抢断，他现在有点偏科啊，有点偏科，就拦截和防守意识不强，但是他滑铲啊，属于及格线以上，抢断很强，杨晨可以练啊。右边后卫，咱不正缺个边后卫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正缺个边后卫啊，因为卢崇坤只81不涨了，记不记得？可以练一下啊，就给他练防守。青训三个月没到呢，来倒水的三个不管啊，微微、申流这三个倒水的不管。从周德伟开始，我们就租借啊，60以上的开始，陈深租借，钱中租借，辽东翔租借名单，毛亮租借，徐豆婉门将租借，徐豆婉妈的，有成为天才球员的潜质啊！租租租，哇啊，1.89米。他们有点意思啊，呵呵，杨晨是展现出惊人的潜力，也不差，也不差。陈胜前途，陈超是前途光明。陈超吧掉的有点厉害啊。任方是已经没东西了，非凡特质。小徐也是只是前途光明而已。李可是非凡特质，卢锡是有成为天才球员的潜质，天才球员是最好的啊。乌姆弟弟已经是世界第一球员之一，哈佛兹我们在挂牌，远远是世界顶级球员之一，内马尔世界顶级球员之一，尤西比奥世界顶级球员之一，我们现在有 哈佛兹应该也是世界顶级球员之一，对，90以上的就是世界顶级球员之一，对，我们有1、2、3、4、5名球员。行，这场马拉加我们就磨了啊，3-0，远远马丁内斯各进一球，任方打进一球啊，后防线可以，28被禁赛。哇，下场比赛有点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下场比赛踢皇家马德里啊，怎么回事？感谢王小健，感谢感谢。国王杯16强踢皇马，我他妈的！小吴回归了啊，这场比赛28还不能上，杨晨得上啊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杨晨得上啊，跑不了，杨晨得上。哈佛斯报价上来了吗？哎，对了嘛，这才像个样嘛，这才是咱哈佛斯的报价，是不是兄弟们啊？热刺才上个道，那下面皇家马德里1.5亿5000万，哎，齐祖你现在再看看，齐祖啊，你后不后悔？齐达内你后不后悔？齐达内我就问你，我给你报1亿5000万，你对我摇手的时候，你现在看看你后不后悔啊？齐达内，我就不想多说什么，齐达内，当初你在我的大厦跟我摇手的时候啊，我给你那张红牌的时候啊，1亿5000万，你真的是，他错过了1亿，你知道吗？来报价谈一下，2亿3000万，合理了吗？合理了吗？对吧？现在合理了啊，我给了他一张黄牌吗？1亿5240万，怎么感觉他没钱呢？我就2亿啊，我不贪，行吗？我就2亿，我不贪。他没钱，兄弟们，他没钱，他绝对没钱，他真没钱。哈佛兹绝对可以卖2亿的啊，打底的。1亿8000万，我干嘛要卖啊？现在状态这么好，翻倍都没有，绝对可以翻倍卖的啊。他的市场估价是2亿3000万，我干嘛1亿7000万卖给他？我有病啊！啊！我这3000万是水里捞的还是天上下的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不能给1亿7500万，这些都不能给，我觉得不合理。
换不了卡卡，别做你的春秋大梦啊，卡卡换不了，卡卡这个赛季刚去的曼联，凭什么给你换？就两个亿，没钱别买我球员，滚出我的大厦。波切蒂诺你凭什么啊？热刺你想把哈弗茨带去英超，钱不到位你谈屁，对不对？这种肯定不能谈啊。我觉得就这个阵容模拟皇马就绰绰有余，走了，大不了今年国王杯不踢了，全面专注于欧冠，应该是合理的。首发磨一下，磨得出磨，磨不出无所谓，国王杯不是我们的重头戏，对，我不能影响我们交易期的状态，现在不是踢球的时候，对，没用，国王杯你拿冠军都没用。输了啊，哈弗茨打进一球，大罗 C 罗各进一球，杨晨还是比较难受的啊，这场比赛他表现非常不好，没关法，没关系，这是因为28被禁赛了，对不对？输一场很正常，国王杯我们直接放弃了啊，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踢国王杯，我们这个赛季的板凳阵容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好，对不对？二阵没有起来呢，不着急，几个意思啦？不锤你不行了啦，皇家马德里，几个意思？逼我呗，逼我是不是？巴塞罗那我刚踢过7-0，你也想来一次是吧？你刚在国王杯输我赢我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把你从联赛第二的位置上拉下来。游戏比昂28都上了吧，没问题，可以首发阵容吧，没问题，走。等一下，游戏比昂的号码没换，游戏比昂是几号啊？这个问题就追溯起来比较辛苦了，现在7号是囧哥的呀。别改了，就这样吧，99号啊，这也是游戏比昂加入到球队的第一场比赛啊，咱们来试试真假，毕竟是一个传奇球员啊，走。看台没人，看台都坐满了，比赛正式开始，圆球王，我们先把球给到了我们的传奇。这球传的什么规则？德塞利拉莫斯，这场比赛拉莫斯首发了啊，之前拉莫斯是没有首发的，来看一下齐祖，这边是皇马的反击，皇马身穿白色球衣给到了左边路大罗的脚下，这球没有越位，大罗面对的是任方，任方把他断了下来，干净利落，尤西比奥99号给到了圆圆，圆球王控制一下，圆球王依然在控制，圆球王依然在控制，圆球王直接找后点传中，卡斯利亚斯把球解围出去，奥巴梅扬右边路喊一下，飞哥把球是分了出来，给到了德塞利，德塞利给到齐达内，齐达内给到大罗，这是 C 罗给到了大罗，大罗给到了齐达内，皮球来得非常的快，看一下右边路中路的大罗的传导，依然在往前走，来看一下大罗给到了飞哥，皇家马德里在右边路的进攻，飞哥把球控制住，过掉了内马尔，哈弗斯补防一下大罗，飞哥，飞哥继续控球，晃开了防守球员，低平传中走出去，漂亮，这是一次反击的机会，看一下尼克给到左边路，内马尔，内马尔这球控制住，内马尔，哈弗兹，哎呦，尤西比奥这球来得太快啊，大罗皇家马德里传到禁区里，任方把球高高顶了起来，啊，哈弗兹有1.88米的身高啊，顶过了齐祖，圆圆给到奥巴梅扬，奥巴梅扬甩开防守，看一下奥巴梅扬再控制，尤西比奥，尤西比奥来到了右边路，右边路这球地平传中后点，哈弗兹没有勾到，波德里奇把球解围出去，皮球依然在卢崇坤的脚下，齐祖用脚一垫，这是皇马的一次反击，看一下中路 C 罗已经启动了，在整个皇马的这个阵容里面，这球来到了大罗的脚下，大罗脚后跟一侧给到了齐达内，齐达内给到了莫德里奇，中场连续的传导，莫德里奇给到了齐达内，齐达内又给了莫德里奇，我们现在控制的是10号内马尔，面对的是飞哥，飞哥给到了在右边路，看这球怎么处理，又是蹭了进来，二八把球解围出来，外线飞哥的远射，立刻用脚垫出，小徐好球，前20分钟啊，拼得很激烈，
皇家马德里现在控球很好啊，并不像巴塞罗那那么好踢，几个中卫啊把空间给的很小，我们没有直塞的机会。巴塞罗那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很轻松，这是因为看一下，我们先回到这一球，齐左这球没有选择传，任方的站中防守啊，干净。哈弗兹启动，我们别急打反击，当我放屁，准备打反击，哈弗兹启动了。哎呦我去，范迪克啊，这几个这中后卫跟巴塞罗那不一样啊。小心大罗这边找 C 罗位置，禁区里面 C 罗已经越位，小心中间 C 罗转身过来面对的任方，哟小徐漂亮，小心 C 罗的位置，齐祖在找，任方已经贴过去，看一下啊，后场三打三，我们有李可贴过来，飞哥边路没有人，飞哥也是拉到了禁区里面，大罗直接冲过来了，哇塞，乌姆蒂蒂追不上啊，这球打得漂亮。齐祖大罗，大罗在禁区线的一脚劲射，2-0。哇，他来太快了，太快了啊！别慌，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这中路的失误太多了呀。边路的传导啊出现了失误，齐祖给到左边，球权又来到了皇马脚下，他们防守也很好，切换路线，看一下齐达内给到右边，乌姆蒂蒂勾过来，内马尔直接给尤西比奥，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看一下尤西比奥往禁区里冲刺，尤西比奥的大门，德科小心啊，左边路德科的位置，大罗的位置可以给，大罗给到左边路，卢西漂亮的防守，上半场结束0-2落后。莫德里奇给到了齐祖，皮球又来到了右边路，萨拉赫齐祖，内马尔把球断下来，反击机会找到了尤西比奥，往里切，内马尔传后点，传得漂亮，尤西比奥控制给到李可，好吧，没有越位，这防守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防守来得太快了啊，吹了个越位，德塞利现在这段时间皇家马德里把节奏也放下来了啊，开始传控了，在后场好端，奥巴梅扬冲一冲，奥巴梅扬齐祖这个位置他没有打门，乌姆蒂蒂不要上，控一控，连续的小倒传，哇塞，齐祖背后的放铲啊，吃牌了，动作有些大了啊，不敢传，等一个，哇，他一个加速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萨拉赫，别落，给尤西比奥机会啊！内马尔，好球！哎呀，顶高了！内马尔的远射，卡西利亚斯稳如泰山。莫德里奇这球再断下来，尤西比奥给到了圆圆控制一下，看到尤西比奥冲起来，尤西比奥传一脚头球攻门，奥巴梅扬打在了立柱上，内马尔倒地了，刚才那球是传他的，哇塞， C 罗一个长球， C 罗过掉了乌姆蒂蒂， C 罗许多啊，皇马的状态太好了啊！拉莫斯高了。
约维奇一脚外线的远射，4-0。开球失误了。记住今天这一天，皇家马德里。昨天咱们输给了巴塞罗那，今天我们4-0大胜他们，对不对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心情确实有些低落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球员们尽力了，没犯什么错误，我觉得踢得挺好，我觉得踢得挺好，咱们这些小球员踢得挺好，没什么错。尤西比奥刚刚来，你们看上场比赛，尤西比奥体能没掉过啊，体能超级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毛病，大把机会踢他们。现在我们联赛掉到了第四啊，和马德里竞技同分了，但是巴塞罗那和皇马是没有输过球，就好像巴萨输了我一场，对，皇马输了两场，所以跌了一分。这个赛季现在目前还没有全胜的队伍，我输的更多一些，我输了四场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平局，我要么赢要么输，不存在平局。2-1，远远打进两球，输球其实真没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慌。阿达玛有点不开心啊，阿达玛的转会提案不卖，阿达玛绝对不卖。陈胜的租借可以。哦，对啊，我也赢过皇马一局啊。对，今天我赢了一局是吧？对啊，咱也不丢人，咱今天赢过一局皇马。哎，我都给忘了。有来有回这个赛季，对，2-0，那差不多嘛，差不多差不多，有来有回。深空拒绝，彭博金15岁啊，1.77米前腰，75万的总评，彭博金兄弟们，彭博金75万，天才选手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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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峰25万，不行，这个中场弱了一点啊，但潜力还可以。彭博金来了，球王，金发球王。林峰17岁，不想要了，主要他15岁啊，非常厉害。小镇马桂散17岁，100万，1.87米，1.87米，拿下，100万，哇，这波青训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的青训教练妈爆发了，他疯掉了呀，我靠，1.87米的呀，我的天。66的总评，比妈白羊还高，但是他17岁啊。他俩到底谁厉害呢？不好说。我先看看啊，彭博金是前腰，技术天才。彭博金可以，都练。有人练了，可以的。马桂散的优势在于，首先他头发少，对吧？其次，头发少肯定是就是更优秀一些，这是100%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对，然后现在跟白羊比的话，就年纪稍长一些啊，潜力值现在马桂散有点让我有点紧张。我觉得马桂散不行，虽然马桂散100万啊，我觉得马桂散直接租借出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17岁，还是放一放，拿出去租借了。我们没有训练位，马桂散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用。你看看他好像100万，他只是总评高啊。放一放，我不练他的，我最多给他一个防守位也行吧，练吧。白羊两个位置，彭博金两个位置，马桂散一个位置，他是最没有潜力那个。对，彭博金15岁，绝对有潜力啊，世界级球员。行啊，可以啊，听你们的，但是现在也练不了了，该交易了啊。我们还有钱吗？3910万。我们之前哈佛兹的交易做了吗？没做，对吧？那就是只有3000万啊。他100万总有他100万的道理，对，100万的身价放在这，我们现在这么看的话，我们还挺被动的啊。3000万，你说买谁？哇，拉莫斯转会了，去西汉姆联了，我的天！3000万买一个后防线替补。推到5个小时，
想找人租，想找人买还是买得到的啊，倒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困难。替补的中国小将属性也慢慢上来了啊，买德赛利任方替补，对，我就跟德赛利空手套白狼，我说德赛利你跟我走，德赛利来来来，我西红竞技超牛皮，西甲第四，你来呗，不要钱，德赛利来呀来呀来呀，咱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当你们说要买那些球员的时候，咱有钱嘛，咱就3900万。范迪克，范迪克，范迪克，我买他的腿都买不起啊！人家范迪克2亿，我操！哎，着急死人了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就不讲理呢？啊，范迪克，范迪克，3000万就想让我买德赛利，我真的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买个这范戴克2亿4000买，看到没有？都写着呢啊，白纸黑字写着，你想买，给钱啊！对不对？3900万就买个替补，任方我觉得没问题啊。3900万买个防守替补，看看价格合适的，就是81、82差不多了，83差不多，83差不多。扎巴利塔，你看看，对吧？这是个右边后卫，不要。德里赫特买不起，蒂涅买不起，杰利尼买不起，卡纳马罗买不起，佩佩买不起，马拉内买不起，坎贝尔买不起。居乐、萨维奇买不起，费迪南德买不起，雷卡多佩雷拉买不起，桑切斯买不起，迪亚洛刚才买不了，83的有没有？伯纳特，伯纳特行不行？伯纳特速度不错啊，但是个左边后卫，边后卫，祖马，祖马有机会啊，祖马嘛搞搞他，祖马搞下来也行。斯莫林、罗霍啊，两个曼联老将，那肯定签罗霍合理啊，对吧？签罗霍，签罗霍，阿根廷中后卫罗霍，行啊，罗霍打个替补行啊。我再说一次啊，这个档没有免签，免签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设定，一旦免签就没有任何交易意义了。我免签立马可以给你 签出个世界级球队来，有个屁意思啊！你自己买免签去，自己买个游戏免签去，那我还交一个屁？我就等6个月就免签不完了吗？啊，捡人漏不是完了吗？我还买个屁呀、啊！我所有的钱就等到6月份冻疮期，给他签一个队出来，签8个队，我跟你说，没意思呀，对不对？没劲啊就。鲁迪格3000万可能有点难，真的，我给你全世界所有的权我都可以给你免签过来，超级便宜，我跟你讲，巨划算。鲁迪格不来啊，罗霍2800到4000万正合适。哎呦，罗霍是一个玻璃人啊，再见。祖马刚转会，再见。哇，怎么都刚转会啊？博尔纳特也刚转会，没人了，这下完犊子了。这下犊子了，我靠，全马刚转会，还有个斯莫林是吧？斯莫林，我感觉好像可能我们只有一个斯莫林了，斯莫林将会我们成为我们最后的选择啊。斯莫林在摩纳哥不会也是刚转会吧？方特啊，方特太慢了。方特他妈太慢了。杜比奥斯游戏。哦，斯莫林啊，辫子头，牛皮。斯莫林可以报价，来来来，真不容易啊！斯莫林看看，3000万，一口答应了吧？我就知道，一口答应了啊！斯莫林可以，谈吧。斯莫林是个替补啊，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个轮换啊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斯莫林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啊，你看看，
对自己定位非常清晰。没什么小亏的，你妈签个斯莫林3000万你跟我谈亏，兄弟，我们俱乐部现在都做亿的上亿的，他就是个替补过来，知道吗？就纯替补，纯替补球员，我二阵需要一个球员，仅此而已。明年我们有马丁内斯赚多少钱啊，你算算，对不对？动动脑子嘛，有些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交易期完结了，可以，钱花完。曼彻斯特联报价哈弗斯，又来曼城啊，曼城谈一把，能走的话赛季末走也行，2亿3600万。2亿3000万。哇，挂掉啦，可以啊，挂掉啦啊，挂掉啦，挂帅，你厉害。马桂伞不行，白羊无敌啊，白羊无敌，喷魔晶无敌啊，马桂伞现在暂时看还不是很好。哦，不对啊，马桂伞也涨了呀，我记得马桂伞是60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马桂伞是60几到90-91，我记得，对对对，都涨了，都涨了，都涨了，啊，我给记错了，嘿嘿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无敌了，我们这三个青训小将啊。有的培养啊，喷波金、马桂伞、白羊，白羊这手厉害，白羊这个中后卫非常期待。喷波金15岁就有这么好的潜力，62的总评，对吧？马桂伞虽然17，但是总评也最高。这三名球员都是未来可期。看看啊，踢的也累了啊，踢的也累了，嗯，得宣传一下。宣传啥呀？宣传，宣传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微博啊。啊、哦，抖音啊，这种宣传啊、哦，宣传一下自己，休息休息，可以吹吹牛逼了，是吧？哎，嘿嘿嘿嘿啊，行行啊，哦，我们红叔说了，这踢得这么好，我不如就对吧？宣传宣传自己，是吧？点个订阅啊，点个订阅，行吧？哎，真他妈不要脸，红魔你现在就是那种嘴脸，真的是，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